大家好，我们是核桃。嗨，你们好。你的真的是很微弱哎、欸，很微弱的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核桃。做一次这件事情，差好多、哦。那你感觉就是刚起床，哎嗨，以后就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在旁边就当一个绿叶，绿叶吗？好，我们刚刚也自己逛了一下那个市集，超多的，非常的丰富。要不是要表演，我们可能就现在还在里面买东西。还在逛很多，然后有去吃那个，他刚吃那个鸡蛋仔，鸡蛋仔，没有，他叫鸡蛋仔，好，很好吃，大家可以去买，推荐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朝阳，我在寻求一个那个，寻求一个那个顾客，你知道吗？不认识我的，我想说我要回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朝阳，然后可以第一次到朝阳，就是那个野餐活动，觉得非常的棒，因为我们本身非常喜欢就是野餐的氛围，就大家很轻松，然后就是可以很放松吃东西、看表演，这样很好玩。对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就是跟我们聊天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开始要分享我们的新歌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在台北卡夫卡4月23号的时候，对，有办了一场专场，然后有分享几首新歌，然后觉得说也不能让台中的朋友错过听新歌的机会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唱新歌给你们听。好，这首歌叫做吹泡泡。对对对，你开始是不是要闲聊你知道吗？等一下再闲聊，我怕我时间超。好，这首歌叫吹泡泡，然后其实想表达的东西，歌词写的算是大家听了可能大概可以知道，但我们还是大概就是说明一下写这首新歌，主要是在讲说，有些人可能把感情当作游戏来看待，但那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，因为除了会伤害别人以外，就是其实，到头来其实最空虚的人是自己，对，在写这个想法。有点在批判，对，有点批判的感觉。对，好，好，希望你们听了会喜欢。你邀请那些女孩往你的心里吹泡泡，橙色的、粉色的、红色的，那要不要？你变成那些男孩搜集着缤纷的泡泡，看他们贴近瞬间同时幻灭在这秒，只留下肥皂香味在体内涌。
怕我们舞蹈，那些纷扰从未打扰我们的欢笑。长大后不停地寻找，小时候害怕的解药，想要再次无忧无虑的奔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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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我们今天试音的时候大概是2点多，太阳真的超大。你们现在会热吗？会。但是你们现在的热是闷的热，不是那种晒的热吗？就是现在已经闷的热。晒的热是怎样？闷的热就是解释的干嘛？分心的很，就是只是不透，对，只是不透气的流汗啊。晒的热就是太阳很大，这个很难理解的。还好吗？好了，是闷被晒昏了，然后有点没有搞清楚，因为我有点穿太多，我每次都穿太热。不是，我们每一次来台中都穿太多，因为我们就是在台北，就是不太知道这里的那个，就算看那个气象，其实也不太准，因为好像刚好同学说，本来气象今天是说好像会下雨的，就天气超好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好，总比下雨好嘛。对啊，下雨的话就
不是只是流汗，可能是就是洗澡状态。对对对，所以至少天气是好的。对啊，我看到我们的大学同学，真的在哪里？在那里站着，你现在大家会一起转头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有点撞到，他现在有点尴尬。嗨，差点把名字叫错，嗨小六。我在这里啊，他反正就住台中。好，现场有朋友是就是从很远地方来吗？还是刚好都大家都台中人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大家都刚好住这，对不对？都是台中人吗？都台中人，都台中人。那应该今天的演出就可以，就是可以把整个活动看完啦。对对，因为待到晚上，对，还有一阵子，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演出可以看。好，下一首歌是《鹿》。
谢。录。那你聊聊。让我聊聊。好，偷喝水。好，一个很高位。我可以聊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台中，然后我们昨天就，哎，昨天吗？前天。哦，我昨天就先下来了，因为我们家住在斗六，就是云林。对，你是云林人吗？嗨，同乡。你是云林哪里？云林。斗六。那你也是斗六？哦。对，我们两个都是。哦，嗨，斗六人。那你们今天是从斗六出发的吗？没有，在这里读书。在这里读书。你刚刚在这里读书啊？所以我说你还没讲完，我没讲完，就是昨天就先下来了。但因为我们其实，在台北大概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会回家一个月，会回家一次。对对，然后我每次回来，我的房间都被我妈整理得非常的干净，然后就变得很不习惯。然后我昨天就整个大失眠。可是很干净，不是很好睡吗？可是就是你会就是会习惯自己的房间的那个格局，格局，因为我妈很喜欢，就是把房间就是大风吹这样，因为她真的一直都有，她会一直换位置，就我每次回去我床位都不太一样，对，然后就整个失眠，好痛苦哦。因为每次回家都很想一直在家里，因为房间真的变得很整齐，然后就觉得很舒服。对啊，其实我是一个蛮容易失眠的人，如果你们有什么就是可以助眠的方法，可以多告诉我们。因为我不会啦，因为我的方法就是我会让自己很累，就是我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说他算数学，就是我要就是失眠的时候不是算数学。你们想想为什么？就是每次在那种上课或者在看书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累，可是就是没事的时候反而就觉得脑筋就一直转，然后就是没办法休息。所以每次我就是失眠的时候，我就会闭着眼睛，然后我就会开始斗鸡眼，就闭着眼睛斗鸡眼，然后再算那个二的平方，一直算到我没办法算为止，我就睡着。就是一个有点变态的方法。对啊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啊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就是一直维持那样，然后就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就躺在那边，我就会一直想，哦，我今天发生什么，我明天要干嘛，我下礼拜要做什么事，我这个月会怎样怎样，就会一直没完没了。嗯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你回去也试试看。我失眠就是滑手机，然后就更严重。你们失眠会有什么方法吗？有吗？这边同学，让我点名。他没有这个困扰，好羡慕你哦。所以可能是你平常就是想事情想太多。好，我们刚好结论，我们刚好有首歌叫《陪你失眠》。睡了很久，但我昨天真的失眠。哎，我好几次就是要唱这首歌的前一晚，我就真的失眠。因为他就是标准的那种，好多次都表演前一天就是整个人会没有办法休息的人。我吗？就没有办法正常休息的人。对，好可怕哦。对，好奇怪的结论，我每次都会就是尴尬结束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唱直接唱歌好吧。数着数着，羊还比你累，不如我陪你聊天。这个安静的夜，我们的话语将它点缀。聊着聊着，无聊的琐碎，完蛋了，睡意又少了一些。淡了。失眠。
来不及察觉，天色悄悄转变，陪你失眠，陪你失眠，替你分担黑夜，把你的烦忧解，陪你失眠，陪你失眠。是最后一首歌，失眠就可以听一下这首歌，然后就会失眠。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唱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也是新歌，先讲一下。而且那首歌好适合野餐哦，非常适合今天，真的很适合野餐。对，你赶快迅速去买个食物过来，快点，逼迫大家。对，我看到很多人在吃东西啊，有吗？看了都饿了，有。你在吃什么啊？那个看起来很好吃，松饼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就去买。是这里有自己卖的吗？自己做的，自己买不到的东西，买不到哎、欸，有点难过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灵感。这首歌叫做《当我想要深夜攻击》，就这是整歌名这样。然后我们的灵感来源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喜欢。吃很喜欢吃，很喜欢吃宵夜。对，然后我们很喜欢吃宵夜。好，就是深夜攻击就是宵夜吗？然后应该是说我们不管在什么时间，帮我们就是觉得很好看，看起来很可口美食拍照，我们都会很奇妙的想要在半夜上传，就是没有恶意的哦，就只是自己知道睡前然后翻翻，觉得也蛮美的，然后就要上传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从很久之前。概有半年前，半年前，对对对，我们就开始有一个习惯，是我们上传一张美食照片，然后我们就会下一个标签说，当我想要深夜攻击，就这样持续一段时间，然后也没有出现这首歌，是，就是他是先有标记这个动作，然后我们，而且我已经有看到有朋友下这个标签，对，很棒哎，因为不是只有我们的照片，对，然后我们后来就某一天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发现我们今天都没有介绍我名字哎。没有吗？好，他叫张宇，我在突然介绍，突然介绍。对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张宇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标签应该好好来利用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就是把它写成一首歌。对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写成一首歌，然后就把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会想要深夜攻击大家的这个动作，然后就是写了一首很。算是欢乐的歌曲，对。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很莫名其妙的鼠来宝，自己说他是鼠来宝。那时候本来说我们来就是完成我们那个饶舌梦，我们有个嘻哈梦，我们一直想走嘻哈的，写一首嘻哈的歌。现在写完之后唱发现好像有点鼠来宝。对，等一下也有那个很棒的那个就是饶舌的，对，大家可以刚好听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表演可能会有一点好笑。很想找个洞，可能他们会在棚子里说他们在唱什么。好，但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，就是欢乐啊！这首歌很好玩。对，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当我想要深夜攻击》，欢迎你们下这个标签，好不好？可以把今天的食物现在拍照，对，深夜的时候再上传，好坏啊！然后拍得很诱人，这样亮亮，好，好，好。Yeah.
有花在呼叫我，嗯，醉的地下呼叫我，浓郁的咖喱香，酸酸的烤肉，胃口像是无底洞，高卡路里的诱惑，他们在呼叫我，谁还想say no？当深夜想要攻击你的胃，就请你看着荧幕流口水，我们说话陪着彼此对不对？那怎么能让我一个人面对？所以每当深夜我开始翻阅相簿里有多少精彩的照片，是核桃，如果还没有按赞的朋友，可以帮我们按个赞。对，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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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核桃。